3月7日，吴绮莉被曝旧情复燃，与成龙定居杭州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近日，吴绮莉现身内地，并开始直播带货，有可能重新签约了新公司，准备长期在杭州发展，很有可能在此定居。而吴绮莉手上的戒指十分抢镜，一次有了新的感情。与成龙斗争这么多年，难道放弃了？有网友猜测，吴绮莉与成龙可能不和了。毕竟吴绮莉曾为成龙生下女儿，而小龙女因为缺少父母教育的缘故，现在不仅跟一个女网红结婚，流浪在加拿大街头，为了女儿可能旧情复燃。据了解，成龙曾在去年年底时在杭州买了一套豪宅，其小区的位置就在吴绮莉直播的对面，里面装修非常豪华，而小区内还有私人飞机。再结合吴绮莉也在杭州，不禁让人猜测两人的关系。有人表示，吴绮莉就是一个弃子，成龙现在根本看不上她了，所以不可能复合。也有人认为，成龙最开始就很喜欢吴绮莉，而且女方还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年纪大了之后就会念及亲情，所以很有可能复合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